现在讲明暗调子与这个基本型，它这里边有三个部分的内容，调子与这个空间，调子与空间这个体积之间的关系，空间与体积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质感，质感里边包括人物的固有色，毛发，这个服饰，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就是表现技巧，材料，包括这些材料，工具，还有这些表现形式，明暗调子这些明暗，然后明暗调子这个基本型里面这些主要内容。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调子与空间，这个体积之间的关系。这个明暗调子，明暗调子，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明暗调子的方法在这个空间体积之间的这种运用，在这种你要体现怎么体怎样体现这个空间。怎么体现这个这个体现这个体积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前一刻我们说到这个明暗调子这个基本型的这些初步的关系，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明暗调子这个基本型的这些那个作画的这些基本情绪。一般来说，这些方法就是情绪。一般来说，是从那个先画背光，是从这块背光面开始画这块系统，把它归纳出来，这块背光系统，就是那个这幅素描，是非常好的一幅素描，就是那个那德国古典铜版画家丢勒的作品，他画了很多很多素描，他的素描非常精彩，非常精细。所以说，我们从那个先画这些，这个背光面，先从背光开始，总体比较，确定明暗对比的正确比例，把那个淡光与这个背光新色区分开来，把这些以这个明暗对线的形式，把它这个背光面与素光面把区分开来，特别应该注意这些背光面与这个新色的层次变化，特别注意这个背光面这个变化，这些因为它背光面要是把它画得过于黑过于重，它微妙感体现不出来，它里边很多东西很多很多这些细节，很多内容，所以一定开始画的时候，不能够把它画的一片死黑，给它画的比较透明比较生动。画出大体明暗层次，把这些大体的明暗层次把它画出来，以后再抓紧这个头部明暗交界线，先把这一块，然后做一下大体的这个分面处理。这个转折这个体块处理，然后再抓这个明暗交界线抓这条明暗交界线的系统，这就是明暗交界线这挺重要的。这个转折，整个头的这个大的转折就是靠这个明暗交界线体现出来所以不能够忽视。明暗交界线往往除这个头部整体结构的大转折去，明暗交界线这一块。明暗这个线主要体现在这个人物的这个大的转折的部分，从鼻子从这个额丘这一块，再到这个颧骨这一块，就是最大的转折，人体这个转折最大的这个两块面，应该显示出这个形体的立体关系。为此，这个画背面时，注意把这个它画的明确些，使这个暗面更具这个空间与这个深度感。背光面的反光
不需要特意的流量，要统一到这个暗部的一个色调中间。有很多同学，喜欢把这个，把这个反光，画得太白，留得太白，然后它这个统一不起来，就显得孤立啊，显得你看还是压不下去，是吧？所以还是得统一在一个暗面这个系统里边啊，统一这个暗面系统里边。那就是，紧接着就是画这个背光与这个灰色部分啊，画这个背光，紧接着画这个背光与灰色部分。从我们完了就是，表现出这个明亮这个线以外，就是下一步就是画这个背光与这个灰，这个灰色部分啊，就中间部分。你比如说这些就是灰色部分啊，体现这些灰色部分，它整体都是分为这个。亮灰暗啊层次，受光面、背光面，然后中间层次这部分，然后既要又与这个当光与这个背光相比，也要与这个半背光部分相比较，画出这个比例与这个层次啊，把比例体现出来。在背光灰调子画出以后，原先的背光暗调子的可能相比又不够了。应该适当调整。你要在画灰调的过程中，你要再调整这个暗部这一块，始终以这个整体的意识，作为原则，不要孤立于这个一部分局部的塑造，所以才整体刻画，体现了灰部，然后就不要忘记，以后在这个暗部再适当的处理，然后最后再画亮调子，然后就第三步最后的内容，你要再画亮部调子。在与这个背光，暗调子与这个半背光灰调子的对比下，处理这个亮面的亮调子，光面的亮调子，就是受光面的这个亮调子。头的半光面，除了少数几处高光以外，除了这一块 OQ 这一块半光以外的高光以外，其他这部分都是灰调子啊，其他都是灰调子处理。都有这个浅浅的肤色，而且由于这个倾斜的这个面离我们有远有近，所以在边缘部分的面既不能够最暗也不能够最亮，这些面的处理它很有区别，不能够太亮也不能最太暗太亮也不能太暗了。因而要把细心，画出这个单光面的这个基础、基本形体、起伏和像远处透视的一些，明亮的灰色层次，这是一些明亮的灰色层次。所以在处理过程一定要理解它的这个基本结构，不要把这些调子都画得雷同，就是这种刻画过程中所需要理解的问题，就是刻画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大师的这些素描作品来理解这个明暗层次，然后在这个形体过程中的运用，所以这个要把这个头部色调的明度要留有余地，从淡到浓都是比较的进行，而不可一次画过头，而且根据这个整体的明暗。画色调去调整局部色调，并且依据这个结构关系进行这一层次的调整，根据它的结构来调整。明暗关系是一种相对比较的一种角度啊，由浅到深，由深到灰，那由灰到亮，它是一种比较的关系，它不是孤立于说它哪里重哪里浅，它这个调子。灰色层次的调子、亮调子与这个黑与这个重调子，它都是一种比较的概念，一个概念，因为在明暗调子和基本型的这个阶段，以后应该注重这个整体，大胆下笔，以取得基本形体塑造的这个准确，对这个准确，和这个大调子的这个明朗，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你看，就是他这个基本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抓明暗这个线，
怎么抓这个神体，怎么体现这个大的这个结构关系，怎么体现这些最基本的这些灰尘度的处理，怎么处理这些同样的这个灰尘质，同样暗层次，同样亮层次，在这种特殊，由于这种特殊形体的变化，它这种关系的不一样啊，它们之间的不同，我们把这种区分开来啊，因为我们再说这个这个调子与这个空间体积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回到这个内容来说，就是调子与这个空间体积。所有这些那个西方素描，在这个恰斯契科夫，俄罗斯画家恰斯契科夫的这个体系素描体系下面，它有这种调子，都是以这种调子纯粹这种明暗调子、灰尘质的调子来体现这种空间体积。所以它这个西方这个素描，它有一套这个最基本的一种规律。最系统的一种方法，所有这些调子，不管是重调子、灰调子还有亮调子，他们这些所有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这些调子，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围绕这个突出这个物体的空间，营造这个物体的这个体积，都是以这个为内容。作为一种塑造手段啊，质感，我们说的这个质感，就是它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就是它人物这个质感，皮肤的质感，包括这个帽子啊，这个人物的固有色的质感，毛发、服饰啊，这些每一个那个质感的处理应该不一样，就是它这些质感代表一个物体的这种实在感，也体现它这个质量感，所以非常重要啊。人物的固有色一般来说，人物的固有色一般来说，它分为大的这个两三个这个物种，一般来说黑人他这个固有色偏重，整个固有色偏重，因为黄种人。白人他这个固有色总体来说偏亮，但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他不管是固有色多么深，又不多么白，他理解的方式是一样的，理解的方式只是用在形体上面，用在结构上面，他其实一个道理，只不过是他这个本身固有色的色度有这个浓淡变化而已，但他这个基本这个身体的起伏结构，它都是一个样，没什么变化。还有毛发，毛发一般来说，比较松，比较软，所以在处理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毛发的处理，还包括这些服饰、帽子、首饰。比方说这张是完整的这一张，这个肖像，比方说它这个毛发，它就色调比较重啊，色调比较重，它整体固有色也比较重，但它这个它本身那个质感比较柔软啊，比较柔软，它不像这个骨头，也不像皮肤，所以在画的过程中一定把这种松动的这种质感。质感表现出来，毛发它本身这种重量感，这个质地没有这个头，没有这个皮肤那么厚重，所以但是它仅仅是固有色偏重而已，所以它这种松动感，这种本身的质感，也需要大家去理解去体会，这就是质感的问题，就是毛发啊。还有这些服饰，就是服饰的处理，比方说帽子、衣服啊，这些帽子、就衣服啊，这些帽子的处理，就一定有特点啊，它都有味道。每个人帽子，请问画个通过静物的
表述也知道，很多比方说布纹啊，有这个金属啊，还有这些陶瓷、陶瓷、陶器，还有这些所有这些这些物体，它都质感都不一样，所以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研究，一定要分析，根据它这个质它这个质感，不同质感它有不同的这个表现方式，怎么以及不同的这个组合方式，有一种既有对比，既有相互这个相互这个依存统一的这种关系，怎么理解啊？毛画一般来说，咱们画毛画的时候，一般来说，还是一般以这个弧形也好，投放也好，还是主要是以这个人物的基本头型作为一种理解，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附加的东西，它附在头上面，它本身就是柔软的东西，所以它不要我们画的过程中不要以画这个头发而去画这个头发，应该整个围绕整个形体，整个头的基本形体来体现这个对象，然后就是表现技巧，表现技巧，这个表现技巧有很多这个很多种啊技巧，一个是说就是材料方面的材料，下堂课会给同学们做下重点啊，就是材料语言，素描，绘画素描里的一种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一种材料语言，材料素描，还有就是工具啊，我们那个作画的过程中采用哪种工具啊，采用哪种材料，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啊，这种表现形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我们先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材料，材料多种多样，然后比方说这个丢勒这张画的材料，用的材料很多，这种材料有这个钢笔，这个还有色粉笔，还有一些彩铅，还有这个墨汁啊，这些，这个有色钢笔很多，技巧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我们在以后先熟悉好这个最普通的这些铅笔、炭笔这些工具以后，我们尝试用一些多方面的这种材料去探索、去表达啊，材料的丰富性，应该就是啊，有很多材料都可以用上，比方说这些蜡笔，包括油画、丙烯，还有这些那个拼贴啊，这些有本身有肌理的东西是吧？油画棒、烫金条、墨汁、毛笔、钢笔、色粉笔、蜡笔，这些都包括一些那个有肌理的东西啊，有肌理的东西，有厚度，本身有厚的东西，都可以体现在这个材料工具上面啊。表现手法的话就比较多，那表现手法里面它有这个薄的，有这个厚的，有这个肌理的，这个以后画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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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度非常轻的，有色度非常重的，这种灰色的这个其实很多这种表现方法，可以也很多表现形式，有力度的，有这种挺软的这种所有这些，主要通过这些材料所表达的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状况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以后，就是一种表现形式的问题啊，就是在下堂课的话，我会，在下节内容会跟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讲解啊。要我们先
先说一下这个作画情绪。刚才上一期我们也说到，你要从那个落腹啊构图，你要再到大的体块，大的面，你要再分析，你要再到这个抓大的结构，理解这个基本这个结构形体，包括这个运动关系啊，然后就是把握好这个明亮调子这个基本型，然后下面我们就是从这步，然后就是从作画的情绪，然后再引入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调整阶段，然后也就是这个新入刻画的这个统一调整阶段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课程也做一种补充。我们也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就是先画这个背光啊，就包括这个投影关系啊，先画亮调子，然后对，先画背光面与这个明亮交接线啊，然后再画投影，就和那个深色部分，就是根据这一章来说的，就是这些方法都差不多，就是然后呢，然后就接着画这个。半背光与这个灰色部分啊，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亮调子，然后要注意这个灰色层次，就把握这个整体，塑造局部，然后就是灰色层次，然后就是这个灰色层次的运用，就是啊灰色层次，然后就是把握这些灰色层次，这些灰色层次的理解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灰色层次的它这个区分啊，它这些不一样的啊，你要再把握好这个整体啊，整体关系，你要再把握这个局部，就灰色层次的处理，你要再把握这些整体。然后再说到局部，每一幅画，它的一个精彩的这些内容，这些局部内容啊，这些基本的关系啊，这些局部，这些包括这些鼻子，你看这些眼睛、颧骨啊，这是精彩的局部，我们要做一下具体分析啊。因为它这些局部，你看它这个把握好这个整个对象的基本特征以后，然后挺明确的、挺强化的，把这些局部特征塑造得非常完美、非常精到，也非常有力度啊！包括这些嘴啊，这个嘴的表达，就包括这个胡须，是吧？头发这一块，概括处理啊，这个帽子这一块概括处理，然后这个背景融为一体啊，融为一体，然后精彩的部分，然后就这些精彩的局部，非常非常到位，非常精彩啊，所以他这个也是，通过这些画了这个背光面灰色啊，你要在最后画这个亮调子，亮调子的处理，亮的处理其实挺少，处理的非常非常少，着墨不多，以少胜多啊，所以它这个也做到亮部色彩做到这个惜墨如金的这个地步啊，这个转折，女孩子的一个转折，女孩子的这个画法这个。老头男人这个画法还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女孩的青年女孩的这个转折比较微妙，这个色度脸上的色度它这个区分不大，因为皮下脂肪比较丰富的原因，所以它这个对比非常非常微妙，非常弱，仅仅在轮廓这一块，然后体现有所变化，但是它整个脸这一块。是非常微妙的转折比这个老年人微妙的多，所以它这个灰色层次的这个区分
还有就是它这个亮面调整的这个处理，最后再调整阶段，但是也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个亮面调整都画的很多啊，只把这个转折这个关系体现出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前面这个亮调子，这个鼻子的亮调子，它可能是一种空间关系，它可能不一样的。这个额头，这个额头这一块，这个民工骨这块的亮调子，这个颧骨的亮调子与下颌骨这，这个亮调子，包括这个人中这旁边这个亮调子，它就可能亮调子还是不一样的。我要找点这些亮调子这种区别啊。一个就是亮调的区别，还有就是灰色层次的这些处理，灰色层次的区别，你比如说把握的这个整体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局部的内容，所以就是这个课题，这部分的这个课题，基本课题，也就是它的这个基本这个作画情绪。然后我们那个下一步就是，也就是第六点，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深入刻画的这个统一调整，就是一个结合，然后它这个分为两个内容，就基本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深入刻画啊，深入刻画，然后从明暗交界线入手，逐步塑造。刚才我们说过了，然后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主题，还是以这个明暗交界线作为这种作为主要的这个刻画对象。因为所有一切的这个绘画，开始它这个封面，它这个转折，都是以这个明暗交界线着手的，并且始终是围绕这个明暗交界线来作画。所以有一个画家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的，造型，所有一切造型，所有一切那个素描造型，其实就是在一个体现表达明暗交界线的一个过程，这句话说的非常好。第三，然后就是那个，再下一步就是那个亮面到这个暗面，暗面到亮面的这个刻画情绪，这也是一种重新作用。然后就是细节的描绘与重点的突出，这也是一个重点描绘的一个过程中，从这个暗面到这个从暗面到亮面的这个刻画情绪，刚才我们也说过他这个情绪啊，这个从这段开始说过，那就是这个情绪，先画这个背光面啊，也再画和这个心色，你要接着画这个背光与这个灰色部分，你要再画亮调子啊，你要再画亮调子，你要就是作为画面调整的最后一部分再画亮调子啊。突出这个重点，突出重点的表达，刚才也说过，但是我们围绕这些关系这两个内容，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深入刻画与这个统一调整的这种关系啊。这一部分然后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是一部然后在深入刻画过程中，统一调整过程中，它也是一项那个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也是那个画面最终出效果的关键阶段啊。随着写生的这个深化，在保持基本整体这个大调子的前提下，进行深入，在深入刻画阶段，表现细节的大致情绪就是从最近的一点或从明暗交界线着手，结合中心轴线，将成对整体联系为整体，根据这个整体结构的连接，从大体块转向小体块，逐步塑造，先画暗面，再画灰面，然后再画亮面。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注意这个对这个整体的分析比较，使这个局部与这个整体关系和谐统一。还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从
从那个先找这个大体块，从这个零压绝对线着手，从这个先分好这个大的这个大的这个亮面、灰面、暗面，应该从零压绝对线着手，找到这个大体块以后，再找小体块，啊，就是大体块以后找小体块。找这个大体块，您再找小体块，紧扣大体块着手，然后你要使这个局部，一步一步的推进，使这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和谐统一，和谐统一，这个对这个色调明度随着随时比较进行调整，所有这些色调与这个明度，你要随时调整，你还不要与孤立于某一间的一个局部，所以把这个所以养成这种孤立分析对象刻画对象的一种毛病，就是根据此一神体是处在这个暗面还是在灰面还是在那个亮面，你理解它与这个周围关系如何，在整体中的这个地位如何，就是通过它这个局部分析，我们来理解它这个造型在这个局部与整体中间是这种概念啊，千万不要盯着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说使劲往下画，就是说孤立的画啊，就它主要是一种整体效果啊，保持一种整体，以数学的形式它就是整体效果，在画暗部形体这个处理疏的部分，对虚的部分，是必须得注意把握这个亮实、暗虚、前实、后虚这些和这个增实、旁虚的这些基本规律啊。也就是说，亮部的话，一般来说亮部要实一些，暗部要实一些，中间要实一些，两边要虚一些，因为它之间还是一种透视关系，也是一种形体关系，因为这种前面的实在后面的要含糊，就是一种最基本的这种理解方式。通过上一段也是，你看，通过前面的实啊，前面的实。后面的虚啊，是吧？这一块的，你要这一块前面的实，后面的虚，中间的实，两边的虚，你看就是一种零压调子最基本的这个造型方法啊。所以它这个，然后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这些原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一种原则啊，一套情绪啊，然后就是新入阶段最容易陷入这个局部而忽略整体，然后在作画过程中应该随时检查作业，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其整体关系都应当是完整和谐的，千万不要太局部的观察物体，你在哪一个部，我们在哪一个部分，它必须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整体的一种概念，都是应该是比较和谐的，比方说这个帽子头皮肤胡须包括背景，它都是一个挺和谐的概念，不要画到一半，你要就是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以后就是感觉就是一部分画得非常精彩，其他还没动笔，这种局部观察方法还是显得不够和谐，不够完整。在刻画过程中要下功夫去体现的，除那个整体结构、质地与这个色彩，以及在这个明暗绝对线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这个细节，包括这个高光的处理外，还是特别的抓住这个人物的神态啊，把这个特别的神态。对这个五官进行这个查大的这个精雕细刻，就是把这些细节也把它体现出来，
灵毛的这个自然眼睛的明亮有神，鼻子的身体的这个挺拔，嘴的这个活泼，那耳朵的刻画应相对减掉些。你看它这个没有这个耳朵的话，一般来说要简单的多，在这里处理的过程中要简单的多。这些的特点是细心收拾，神话多比较啊，然后都比较，也会介于这种一种方法，就是这种方法论，就是注重整体，讲究这个主次，善于这个取舍啊，切不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啊，只有这个善于这个省略削弱次要的部分，主要部分才会相对来说更精彩一些。我们比方说同学们要是把这个耳朵啊，这一块把这个暗部这一块画得非常精彩的话，那几乎它你要去空间感很弱啊，它这个鼻子这块主体也突不出来，所以它这个是一种相对概念，相对比较概念啊。然后画面的完整才能够得到影屋得到这个成功，得到体现，所以只有在这个相对概念的前提下面，它这个完整性，它这个精彩性才能会体现出来啊。然后结束的前必须进行全面的检查统一，我们在完了以后就是说把握好去刻画这个基本这个形体出来以后，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这个统一的这些调整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调整，显示人物的精神气质、结构、质感、色彩、色调、画面主次、虚实及这个韵律、折射等表现如何。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表现出它这个结构，它这个转折，它这个比例，怎么刻画？我们应该更多的，然后在画面调整的最后阶段，更多的然后就是显示人物的精神气质、结构、质感、色调，然后主要是在这个节奏方面上面啊，韵律节奏方面，音乐里边它就有这个。有韵律、节奏，绘画里边也同样需要这些关系啊，节奏关系，也就它这个主次关系啊，体现在这个画面里边，它的这个节奏关系啊，就像这样。你要知道，在画面的最后调整阶段，然后我们在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我们那个表现的是艺术的、相对的，绝不用只求完全的。消逝而去追求繁琐的细节和过多的这个灰色处理，我们那个绘画不是照相机，我们肯定需要这些艺术的处理，有主观的处理，需要这些有把一些所有的细节无关紧要的这些细节可以大胆的可以把它去掉，要不把它减弱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把这些主体，把这些非常精彩的主体，就是主要的成分，把它体现得更加丰富，更加完美，力求形象的鲜明生动和绘画的表现力，所以这些，所以在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理解这些概念，然后我们那个再说一下，然后这个刻画的重点，刚才说的刻画重点，然后就是精神刺激、气质与这个结构、质感、色调啊，这个画面主次、这个虚实与这个韵律节奏感，我们刚才提到了。你要比方说这幅画是那个法国画家。古典画家一个五哀的作品好像是啊，他有作品也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看就是这个精神气质啊，把这个感觉，把这个对象这个人物这个基本感觉画得非常非常
非常完整，非常有意思啊。这画的人把这个表情啊，这个就是都画的非常到位啊。还记得他这个这个色调，基本的这个大的黑白灰关系啊，他把背景衣服都处理成这种关系，画面的主次。主体部分在这个头啊，在这个头这部分，在这个头部分，你看这个头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头发的质感啊，它主要是体现在这个起伏上面啊，起伏，头发也是不，它也分这几个大的体块啊，亮部啊，亮部、灰部、暗部，它也是一个样，它就是是吧？它在它这两个之间也存在一种空间。空间作用啊，他把这些主体部分，把这块他这个主体这个次要的次要物体，他这个这些局部的处理，它是都是一种相对概念啊。前面的把这个鼻子体现出来，后面的要朦胧要弱得多，它所以这块精彩的部分才能体现出来，这是一种方法啊，就再体现出来。主次说是这种节奏感，因为他这个衣服、头发、这个脸、帽子，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把这种节奏关系，体现得非常完美。所以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基本概念。